优马的特别累，现在的时间是才11点，优马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累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影片非常特别，因为优马很累嘛，然后呢，我就带他来，噔噔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呢就是日本最近话题的睡眠咖啡厅，咖啡厅是用来喝咖啡的，可是呢。 这个是睡眠咖啡厅，所以呢，可以在里面睡觉的意思咯。bed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它有那个有嘛，有床啊，有 bed，睡眠咖啡，然后它是这个 Nescafe 跟全日本就是那个床的工业会，不应该是协会之类的吧，就是合作的。所以是要喝咖啡然后睡觉的意思吗？咖啡不是有咖啡因吗？怎么可以睡觉呢？ 那就是两个这个 course， 一个是3个小时的，一个是30分钟的。那优马，我们进去吧。这是期间。哦，期间限定，对对对，忘记跟大家讲，这是8月31号到9月9号。大家看影片的时间应该是9月3号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来啊？不过呢，我们就替大家进去试吧。走吧，优马。好累的优马，走吧。在这个建筑物的二楼，到底会是？ 什么样子的呢？就在二楼要到的，对。<笑>我们来睡觉了，各位。早上11点来睡觉，到底我们是有多幸福啊？好啦，是来拍影片啦，是来替大家睡觉的，各位，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日本的这些啊，到了到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可以卡眠，就是可以睡午觉的地方。看这里，它里面是个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它有两个course，一个就是午睡的。 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熟睡的course，然后呢，午睡的 course，不好意思，叫晚上的午睡的 course 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，坐着的，对，然后呢，熟睡就是有这个床给你，有床给你，有吗？哇，我想要在这里睡觉。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啦。 写信的感动呢？对。
这种服务呢，他们叫 coffee nap， 咖啡午睡，就喝完咖啡睡30分钟。因为我们说要拍影片的话，就让我们就是体验一下这个床的。抢走了我的枕头。让我看看，突然，听到山的声音。然后就被他关上了。时间到了，走吧。我们出来了。外面好亮、外面好亮。在里面的感觉呢，就是好像是晚上，有没有？真的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空间。然后呢，出来呢就发现外面非常非常非常的亮，各位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在要走路去上班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。对呀、对，不好意思，在里面三个小时。好想睡三个小时。对呀、其实我因为顾着拍影片，我没有睡到了。不过原本有睡到可能5分钟吗？对，就是，不过虽然我是没有睡到的，不过里面的音乐跟他的那种咖啡，就是哇，真的亚萨利玛斯坦的被疗愈了，对对对，真的很棒。如果大家在这个期间，虽然这个是期间限定的，不过呢，刚刚听老板说呢，可能以后说不定会在日本开就是这个店，有没有长期的？这次是短期的，这样呢，那我也希望说。希望这个服务呢可以到长期，然后以后就可以说工作累的时候可以来这里睡个30分钟。最后叫我的那个女生好可爱哦，我想每天被她叫醒。怎样？我每天叫醒你，你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爱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醒来就看到就很有笑容的。所以我没有笑，所以我没有笑容吗？好了，那这一集到这里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，一定要点一个赞，如果觉得很特别的话呢，一定要分享给朋友看，日本有这种东西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喽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六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。7点看影片，还有这两边是我们的推荐影片吗？优马 TV 和六的游戏频道，要拜托大家订阅。それでは皆さん、またね。